停的话，是不是很难？对，其实我那个现在也是，就基本在阳台上养这些，然后也是各种种类都放在一起。然后我刚才说就是，就去年这一年所有的植物都活了，是一个挺神奇的事儿。就现在我不太用管了，可能也跟刚才说的，就是植物放在一起，它会有水汽，然后造成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小环境。然后其实我没有特别刻意去营造这个环境。蝴蝶兰，然后朱顶红。是这种被植物包围的地方。可能有吧，因为比如说像我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行道树就全都是菠萝蜜树，就 然后菠萝蜜会结的满树干都是，就把它们摘下来吧。这些花和植物就不太会有北京，然后那个感觉还挺冲击的。因为一是植物的种类都不一样了，而且开学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接近秋天，然后一下就到了冬天。因为北京其实最好的时候是在春天和夏初，那个时候北京的植物是最漂亮的。北京春天到了之后，就真的所有的那些开花的树全部都下把花开出来，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北方也有北方植物好看的地方，而且那个好看的地方在南方是看不到的。我不知道守望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在北京种花，我是种了今年第四年吧。我在开始的两年都有一种人定胜天的那那它就可以长得对，插在地上就长。对，然后比如说三角梅就在南方，而且总确实一到夏天稍微热，就每天都需要浇。你可能花了多少时间都分钟，但是需要每天去。就说回来，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艾蒙在知乎上面做了一个调研。其实人，我觉得喜欢植物可能真的是一件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之所以真的养植物的人那么少，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儿特难。所以就是，其实植物网上问最多的，可能都是那种就是很实用的，比如说哪些植物又漂亮又好养。我觉得好花还有这种自然生的植物，它长出来的那个冲击感还有成就感是很强的，因为你可以从无到有，那只是要快速的一段时间，它就能够变化。种那些草花，但是可能那个我真是太困难了。我觉得我之后就会买那种苗，对，从种子种，有了你花了2个月，它好不容易长出点样子，要快长成的样子，一下，比如说。在家里养花长。关于虫害，就是在最初期的时候，我发现它是比较就容易治理的。因为里面肯定已经有虫卵了，跟高吸胆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对控制住有抑制作用的药，就一定会治回来的。我就可能反复拉扯了几次疟疾，都还活得好好的。对，我之前有一盆是日月，然后就是开得特别好，然后就得红蜘蛛已经都不行了，然后被我给救回来，然后那个感觉成就感还挺强的。所以我感觉，虽然你们说的很轻描淡写的，其实因为球根还是比较好种。叶片翻过来浇，甚至是去冲洗那个叶片背面。然后红蜘蛛它就特别怕水，红蜘蛛其实不是蜘蛛，是一种螨，然后它也是那种分泌的黏。我觉得这完全符合知乎上那个有哪些又漂亮又好养的植物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入门的。我不知道最难的是不是因为竹姐姐不是说她养过那个食虫类吗？是指猪笼草这种。对，食虫类还是不容易养的。猪笼草倒是还好，像那个瓶子草，有其他种类的，像那个捕蝇草之类的，它是需要去给它喂一点这种蛋白质。但其实这个都还好说，因为本身养，我们家就是小飞虫特别多，所以他们自己是可以从这个方面得到补充的。比较难的是保持它的生长机制的那个酸碱性，他们喜欢偏酸一点的。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在北京种花，我基本上还是关照的挺多的，就比方像春天或者是秋天这种。
添新植物啦，然后你要换盆儿啊，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你要小翻一下，就是我甚至会有一段时间每天在地里一个多小时是特别正常的。就你真的能把这个待的领悟了，其实好多植物你都养得活。对，我觉得这个一个类似的场景会容易养死，是因为大部分的宣传都说它其实不用浇水，但其实它还是需要一周去完整的在水里浸一次。充满了这种，就是要怎么生，怎么翻译的这个，是张淼这样说，还是说有来让它生长？成了应该周围遇到问题就问爸爸和那个爷爷就好了吧？可以，只要你让你的房间里是一个热带环境，它就是一个。的外界的湿度，还有植物自己自体的那个反应和生长周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比热带植物高很多的。虽然它是关键植物，但是它的那个枝干的形态还挺东方的，然后它也很容易种，就是跟现代建筑一个特点，它对湿度也没什么要求。第二种也是光照的很黄金，因为热带植物的户型都太统一，太没有空间了，但是大叶粉它就比较合适，它的那个户型那个。植物研究院的那个公园确实还是挺不一样的。我会建议养蒲桑，蒲桑虽然是南方的花，但是放在阳台里还挺容易养的。就我有一盆黄色的花的蒲桑，就已经养了十个月了吧，一直在开花。你觉得奇怪？可以稍微收养。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个书就是一到十二月。每个月就是月季的不同状态跟你要做什么，这书里对世界园林植物花卉百科全书。我也先推荐一本工具书吧，就是拉鲁斯花园百科全书，能找到所以然，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然后稍微查一查也可以得到答案。我每年春天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植物开始萌发，就是真的由衷的很酸的说一句，植物真的好温柔啊，就是它无论你怎么疏忽它，它还是遵照自然的发展，它会重新萌芽，它会重新盛开。你们觉得是硬核吗？就是不管主人怎么虐待我，不管这个环境多么的不符合我的本意，就是稍微有符合那么一点点的瞬间的时候，它就可以重新开始它原有的路径。那么像中国人啊。谢谢你们。那非常谢谢二位嘉宾来当我们这第一次的小白鼠，真的，因为第一次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这个播客能做成什么样。谢谢，大家都健康。